马上送我的东风山缺一了啊！今天我台南来的两个男生哦，嗯，新竹来的，台南住台北的，啊，这个台北的哈、啊，好了，各位加油了啊！来，你是我们的卫冕者，看齐磊，九，看四家的牌，小雨，加油，坦坦，这边阿贵，志博，哎，东风。只要再往前一点，它会开始开始降了，可能要斜一点点。一起的，北风，南，凤凰，九条，九万，大桶，二万，对，对哦，对是南部才九饼，高雄那边，发财，哦，六万。吃一个、哦，是，好，一只手，一只手，这个手，好，另外先拿回来再给。西风，一万，一万，九饼，白皮。七，白皮，东风，六万，北，四万。碰一个，本来不想碰，碰六桶，八万，六条。一饼，六个，三条，哇，无聊，两小，哇 ，Cookie， 倒下来，哇，他本来要放炮，他刚刚在那边抽六条，抽，本来抽三条，那想一想，又把六条算了，很棒啊，非常厉害，正确的选择，对，也不是厉害，那牌本来就应该打六条。为什么？万一碰红中的时候，对不对？对。不过这就是糊了啦。如果来一个二条更好，对，是不是？嗯。二三四。二条进来打三条就放炮，对不对？一四七。加油好了。一四七要带红中啊！如果那样子，对不对？好。哇，你的牌，你是摸来的吗？没有啊，本来就有的。本来你是上一张啊。我想说，如果可以摸到四条的话，我就下这边了。那因为没有，对啊，因为可是因为。没有没有，吃了就打了听牌啊，没办法，这牌逼着放炮了，嗯，好不好？发财庄家独听三台，他是屁股，东风三缺第二把，看没？这个粮饷真的是很爆醉，十四，看四家的牌，盘盘，志摩，阿贵，志摩 ，Boki， 小雨。你们两个不用自摸，有人帮你们当垫背的。他才要自摸。好，来，左手，左手，嘿，习惯一下。西风，打这里就好了。西风，中，北风，碰，好，
拿回来再丢。红中。红中。红中。南风。白板。五花。南风。皮。白皮。一饼。一万。四条。吃。手放下。嗯，谢谢。一条。九饼。红中。花。发财。发财。四饼。换一个。八条。吃。七万。七。拿进来再丢。八条。啊，你就记得先吃碰啊，先吃先来。先吃再丢。哎，先拿起来。四条。一万。当点点啥？六饼。碰一个。碰一个。二万。六万。东风。一万。六条。耶。完了。三六。三台。北风四花庄家。三台。你有空来开房吗？挑战吧大神麻将手游即刻下载。好，东哥三缺第三把，来，阿贵。阿贵，小雨不能再放炮了。十三，看四家的牌。阿贵。子墨。Boggy。噔噔噔。小雨。加油。满盘。子墨。好，阿贵接下。红中。右手。右手。左手。左手，我们习惯一下。难。南。红中。北。发财。对。先拿进来吧。看。西风。花。八条，吃。小雨上秒牌要是我是你，我就下车了，那个牌更没有机会。好多。哎呀，五个洞。嗯，超多洞。北风。一饼。吃一个。三桶。吃。哇，两卡。补回来。北风。白板。五花。一万。红中。白板。一万。九万。
封王。封王。七万。痛。八万。北风。八万。九饼。六十。四条。八万。七万。九饼，西风，六万，一万，九条。二条，大声一点点哦。二条，吃。六条，六万。干一个。五万，五了。哦，打牌。好脏啊。帮自己吃了二条命，来牌倒下来，叫你不要放，还连放，发财庄家两台，东东三缺一的最后一把，来报告你们四家的积分。好，小雨是4300，坦盘是6300，阿贵是5700，然后 Boki 是3700。好了，很清楚，就是你们两个其中一个要走，啊，你是4300，你3700，啊。所以像鲍鱼庄家，你又多一台啊！好，来开门，你一定要服他的，加油！想不要卖就要自摸，十三，三自己看四张牌，鲍鱼，分了分，小雨，加油，坦盘，牌，阿贵，自摸，二，来鲍鱼出彩哦，好，难，西风，难。西风，白皮，九条，发财，发财，红中，四条，吃，北风，花，北风，北风，猜北风对，白皮。他不喜欢北风。红中。八条。金八。一只手一只，没你可以想。八万，这是听没听？五万，五万，吃，
九饼。对。对呀、哦。八手。东。八饼。二手，花，九套，花，二饼，四条，四条，大声一点点，四条，七万，一万，六万。西风，红中，一万，三条，三条，五啊，这很打牌。坏了嘛？对啊，哪里猜北风队的？看错了，看错了，失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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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这失误家到败部去了，好不好？一花庄家门兴吗？对，三台。所以呢，刚才小雨跟他只差五百，差六百，所以小雨淘汰。好，好，来，我们现在是南风逆转胜。挑战吧大神有 YouTube 频道了，请搜寻东风卫视或者扫描下方的 QR Code， 也可以按下我们的订阅钮或者是开启我们的小铃铛，就能收到最新最快的节目内容，而且还有网络独享的影片哦，别忘了分享给身边的好朋友。受欢迎的命理大师现在都在命运好好玩开运服务，包含神准算命、开运商品、开运秘法，请上网搜寻命运好好玩。